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。写边长分别是四和六，蓝色区域面积是多少？相加为90度。所以外面和里面都是正方形，大正方形面积减去小正方形面积再除以4。在等腰直角三角形中，通常有两种求面积的方法，第二种你还记得吗？四个等腰直角三角形正好组成正方形，等腰直角三角形面积等于1/4正方形面积。